你敢想高高居然会出修复版？今天来看高高最新修复版 MGFD 八八多次，板件方面依旧是油油的建议泡水，组合度适中，没有啥大问题。大腿连接件也修复了，现在的阻尼感适中，紧实度也没问题，狂甩不掉件。把玩党建议提前加固，让把玩更加舒适，眼部细节有所还原，同时雪铁龙也有加长，看上去更自然了。胸口的蓝色零件也不再容易掉落，肩甲处容易脱离。小黎是用关节加固笔进行加固了一下，加固完就不再脱离了，部分零件带有荧光效果，肩甲处的联动非常丝滑，手臂处的联动也没有问题，腰部的液压感联动更是超帅。武器有一把带有联动的长矛，真帅。一门滑膛炮也是带有联动设计，还有一把朴实无华的太刀，背包可展开，附送的水贴带有荧光效果。总的来说，这款高高修复版还是不错的，非常适合答辩猎手们拿回来改色改造，还得是老高你呀。